把该签的合同签了，你胡闹我不管，但是忘川的合同不能耽误。行，我们今天不聊女人，也不聊工作，我们聊点别的。你知道我今天去哪儿了吗？对不起，我没兴趣。我今天去了莫不语的漫展现场。 谢总真是有时间啊！如果有时间的话，还是把合同签了。哎，别嘛！我今天也好歹是深入虎穴、深入调查、彻底听见看见。他的配音，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，和你比起来，简直差远了。他也不就是多年不露脸，卖个神秘感的噱头。你给我个机会，我一定把你打造成。 配音界的第一把交椅，是吗？那恐怕我要让你失望了。你就给我一次机会嘛。行，你再考虑考虑，咱们有的是时间。好了，不说了。哎呦。